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无帽之神的誓约。哦，这个是第一局任务。哦，我用的是龙达队。哦，防龙加上妲己的队伍。哦，龙达队基本上这队是给通关要速度快的玩家参考。哦，这个现在来为大家这个示范一下。哦，运气不是很漂亮的第一回合啊，不会全死吧？吓我一跳！哦，第一回合就全部都同 CD 哦，所以我们至少要把其中的这个两只 KO 掉哦。哦，这队的攻击力主力啊，哦，主力就是我们的这个暗跟木哦，这只木方龙跟妲己。哦，回复力还不错哦，因为有妲己跟那个妖精。史莱姆哦的加持，所以恢复力基本上是还可以接受的。我刚刚在考虑要不要转暗珠哦，基本上除 CD 的话，你的暗珠的 combo 就不能转太多。哦，像我现在这样有没有？暗珠的 combo 不能太多，一 combo 就好，因为这一队主要是吃 combo 数才会有攻击力。哦，所以 combo 数没上去就是没攻击力，哎，就这么简单。哎呀 ，CD 还没除满呢，还有六回合。哦，可以偷转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他奶奶把他打死了。好，没关系哦，我们还再除四回合就好了。痛，有点痛哦。这时候要逼我出手，没办法。还有一回合，那就 OK 了。哦，基本上现在是缺珠的状况，我们转一下这个。欸，先不要转好了，木珠还蛮多的，留下来转。哦，我溜了比较多暗珠哦，主要是想要暗珠打下一个关卡哦，想要木珠把这一次把它 K 掉。哦，接下来这次15万哦，15万，基本上不难打了，打现行出来15万，我们有妲己。哦，一回合就送走了，哦，基本上是轻松。哦，看错了，不是15万，是15000。好，哦，然后这一关的话，我建议是不要开这一次，欸，因为它30倍，哈，983乘30倍的话，一轰就快死了，20000多哎，983乘30倍，好吧，我们还是轰一下比较安全。因为这关这样也不会比尾王来得难。我最怕是这时候给我全体攻击啊，两只都送走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啊，这边易不顿，我建议开一只就好了哈。这个火是转水的嘛？转什么？
刚没注意到。好，不管，反正转了都转了。哦，有打击这个队友在的话，恢复力会蛮 OP 的，哦，所以不用担心恢复力的问题。哦，为什么刚刚要转呢？因为我想要最后一关的时候能够用快速一点的通关打法。等一下，这个木是转什么？靠，因为很少去转这只木的，忘记了。水，好，可以转。哦，我是希望一波啦，希望。哦，看我们打几，我们把它打出这个贝利，基本上理论上应该是可能是残血吧。那像现在这个状况，差一 combo 我可能就这样吧，这样多一 combo 啦，但是倍率差很多颗，哦，没办法变。哦，差一点点，非常可惜。那我们这一波要送走他，不然我们就要被送走了。现在是见证打击的时刻了 ，K， 哦，好，六分钟，呼一声，哦，这一队还不错，哦，打击 OP， 哦，再次见证了打击的 OP， 哦，以上是这个无帽之神的誓约，哦的一个地狱级关卡的龙达队的示范，哦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